经理，今天管点早，咱俩出去吃口饭啊。吃啥饭呢？我不去。你那么早回家干啥呀？你吃口呗。好不容易今天这么早下班，我想回去早点休息。你也是，回去早点睡觉，别明天又迟到了。哎，经理，经理，我朋友他们吧找我吃饭，然后你正好开车了，你送我一趟呗。你饭店跟你家一方向的，顺路。行，走吧。经理，你跟我一起进去吃一口呗，你都我朋友，你不用不好意思啥的。我没不好意思，第二个。哎 ，Hello， 我走了，经理，我朋友正好出来接我来了。你朋友啊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回家慢点开啊，到家跟我说一声。这今天是正好我经理送我顺道，走吧。行，快走吧，等你半天了。哎，天啊，最近忙啥呢？跟你这个老费劲了啊。哎，没忙啥，这不找了个班上吗？哎，你还能上班？行，你别说我了，咱好不容易见一面，走一个呗，咱仨。哎，那啥，你俩先吃着，我那个出去接个电话啊。哎，去吧去。哎，经理，你没回家睡觉啊？我这突然饿了，我寻思进来吃点再回去。啊，突然饿的呀？那你别自己坐这吃了，你去那儿咱一起吃呗。帮我个忙呗。啥忙？做我一把女朋友。啊？真的行不？江湖救急，经理，真是急事儿。就是你，都跟你刚才那朋友挺合得来的，你找他，你找我干啥呀？这事我来不了。你呀，吃醋了，经理。我吃啥醋啊？你吃啥呢？我和他吧，就是普通朋友。做我女朋友这事儿啊，只有你能来。吃饭就吃饭呗，你非让我当你女朋友干啥呀？主要是吧，他们总灌我酒，再喝我就回不去家了。我喝这一会儿，你当我女朋友管管我，他们看你在，肯定就不灌我酒了。经理，等会儿，咱俩男女朋友这是不是得沾点样啊？这一回要照片。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的啊，这个是我女朋友小夏。那个小夏，你坐里边吧，坐我边上。啊，就这么半天，这酒你得补上吧？给，不是啊，兄弟，我真不是那差酒的人，但是吧，今天不女朋友来了吗？这管着我不让我喝。哎，没事啊，今天我给你放假了，你把哥几个陪开心了，来，我给你买上。你看看嫂子，多大女友啊？哎呀，不是，经理，咱俩刚才不是真说的吗？来来心里你有着比地球大的心理。